四个能让你失业的 AI 神器，每个都超级强大。一 logo.com 能帮你设计出好看的 logo， 输完名字后选择从事的行业、使用场景以及你想要的色系、风格等， AI 就会根据这些信息生成超多的 logo 设计。二 Notion AI， 它能够自动处理笔记、文案、帖子，甚至是小说和诗歌等创作。你看，我让他帮我写一篇名为《我在马路边捡到一分钱》的科幻小说，这是他写的。再让他帮我写一篇诗歌，写的竟然比我还要好。三 ，Midjourney，AI 绘画工具，只需要提交文字描述，就能自动生成你想要的图片，完全能媲美资深的插画师。最关键的是，它的速度超级快，只需要几秒钟就能完成插画师几天的工作量。五 ，Beautiful.AI， 只需要输入一句话，就能生成炫酷的 PPT， 一切都是模块化的。